哎呦，要准备发亮缩边喽，我就可以取消掉发光模式喽。我没大学毕业啊，我不喜欢念书，而且我那时候高中那个我的主任，就因为我没有报名考大学的东西，跟我们的班导争气，说什么整个学校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去报考大学之类的。哦，我就直接跟主任说，我就没兴趣，我就不想念书啊。他这样回我说，你以后会后悔的，就不要哭着跟那个其他人说，早知道当初。没有啊，我到现在还是没后悔啊。我唯一后悔的是英文没学好而已啊。玩 玩一些游戏，英文真的好苦恼。我们刚刚聊到哪里了啊？聊到蓝色学校。啊，他把我钻石搞挖爆了，你舍得哦，哈。历史什么历史？我高职的啊。我高职没有在看历史的啊，哇，好可爱哦！耶，发光了，拔掉！这有谁？哦，都超远诶。的话还是看个人啦、啊，对啊，就只有我一个主播，没关系啊，就因为是主播才能聊一堆事情啊，不然跟另外一个人聊，他哪会想听我在聊这个，对吧？屌丝爱的胎，哎，搞不好我有机会当上那个呢，挖最多钻石的人呢。巧克力这届没来啊？你是巧克力的粉丝吗？你怎么还问这种问题？你欠骂吗？连巧克力今天的影片都没看。巧克力休息，请假，没有参加，可以吗？这样我一直跟杰克讲那个啊，不要念书了啦，念书没有用啦。他说混一张文凭啊，我说你之后混文凭，你还不出来剪片？有用吗？等真的需要再回去念就好啦，你先赚钱嘛。欸，对耶，这一次的金苹果吃下去有抗火效果啊，我这边倒岩浆冲啥？啊，没想好，早知道就直接开砍了。因为这一次的金苹果有抗火效果，所以你只要被烧到吃掉，其实马上就没有受伤了。失策，啊，我队友嘞啦，跑去哪里？全在干嘛？哦，他们出来了。哎，你们是不是没有我不行啊？怎么没？他们该不会完全没有挖到钻石吧？我会唱歌吗？我喜欢唱歌，但不一定会唱歌。那既然先做钻石剑，哎，我好卡，我电脑爆啦！还是回到地底生活。完了，我觉得应该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边卡欸。我不算会唱歌，但是我喜欢唱歌，就像会画画跟喜欢画画不一样啊。像我也喜欢玩游戏啊，但是我不代表我会玩游戏啊，懂吗？人家问你说你残压塔强吗？
你会玩残压塔吗？会啊，不强而已啊，这种感觉啊，感觉念到大学毕业比较有保险嘛？哎，不一定哦。几年前也是说有一个证照会比较有保险，可是现在证照也找不太到工作啊。其他队也有点卡哦，好险，不是只有我。会不会是我到处飞的问题啊？搞不好这样子飞一飞，大家卡，然后再飞又卡，这样子，有没有可能？会不会啊？哎，对耶，我不能乱飞。好啦，我不让飞了。我们用走的慢慢过去吧，我们慢慢走，不然大家会那个。我觉得是真的是我害的欸。我只要顺来顺去就有人卡，really team very 那个。OK。反正，对啊，你要有个目标。像我的目标就是，我确定我不爱念书，很烂的目标啦。我觉得是刚刚切到边，别。哦，找到别人的洞，但是就只有一个小小的洞，哈哈哈。从汪峰那边也会卡，是突然卡一下，还是他们一直都很卡？就是偶尔卡一下，偶尔卡一下。歌曲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爱。哎，我这一点我要多看一下哦。我没事。冲啥？哦，不行，我不能切，我慢慢走过去。哎，不是我。不会是挖到杜鱼吧？不然我们就卡住了。不是我，我没动哦。哦，找到了，又不是我，这是地方。爱人海，这次谁开伺服器？五追，那个红白，之前老皮背红白的那个的人，他帮忙开的。因为我们这边没有人有强力的伺服器可以用，害我都不敢飞，慢慢走。大学蛮好混的，不是啊？你要看你的学校、你的队友，
像兔子，他的队友就全部都丢给他，他就整个超不爽的啊，那个啊，波连到我啊，波连是什么？我忘记了波什么，忘记啊。波连到我，乔斯哦，波吉呀，波吉树很多啊，不是，是这一届，这一届有些树它是长在草上面，哦，好卡，还是只有个主播吗？对。怎样？我比较像一个人生存欸，天哪！我早知道我一个人一队就好了啊。啊，这样也好啦，你看现在是大家装备都弄起来，出红队。红队怎么这么可怜？是不是这一区啊？只有繁星吗？对啊。这一块啊，哪个是读取创个 S H 吗？不是，家居个，哎、欸，我找到。对啊，一主播我又不是没当过，只是没人陪，还真的是很少啦。在努力找，哦，那娘娘娘娘娘娘，对啊，有些地方读取区块会特别卡，那这边就还好。哇，竟然做这个东西！从头到尾嘛，没关系啊，我就当做我是，我是要怎么样？摄影机，们觉得谁会赢？我觉得团团那一队耶，虽然黄队很凶杀了我，但我觉得团团会赢。什么东西？我那时候的专题1.14的 bug，真的只有。哦，我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哦，打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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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看到火焰剑呐、啊！不、哦，我的队友，红队被灭了。我来找你了，难道是个征兆吗？一拳拿到了绿宝石。哎呀，他怎么拿那种恐怖的东西呀、一拳拿到了绿宝石，然后我们总共有5颗苹果都掉过去了。没关系呀、啊，你们也太刚惨刚了我，吧！你知道就只真有红队没的，有附魔吗？超没惨了啊！很没惨。办法，我们从头到尾都是被夹包啊，玉米玉
玉米离我们很近，然后鬼鬼他没离我们很近，打他，我们都没办法打他。翻青怎么一声不吭的就走了？我有坑啊！你就说啊，你就只有死掉的时候，我就死掉了啊！我死了。我们来看他们玩。哎、欸，不过有机会上那个挖最多钻石的。我这边有挖几颗啊？是吗？我是九颗啦。那全部送掉了啊！没关系啦，九颗加六颗是不是？我这边四颗，打给用金闪闪的，就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对啊，放心，我刚刚直播到一半，我手机亮起来，恭喜你获得本周黑羽 Life 的头号粉丝。我们超卡了，你是不是收了多少钱呢、啊？我不知道，原来什么钱都没有，原来刚刚汇款过去了。就是、然后你知道我们刚才在蹲的时候，我一只手在玩手机。对、啊。然后我现在看所有人都是那个。他说他超紧张，结果根本就一直在滑手机。嘿。就你在那边口是心非。嘿，一拳我传给你看我的碎块。还没。反正我看所有人都碎块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碎块？非常的嗯。碎块。你可以贴在DC啊。好，我贴第四要了。